爸，月饼为什么是圆的？因为这圆呢，它代表了我们一家人整整齐齐、团团圆圆啊。啊，我知道了。爸妈，这些年你们过得还好吗？老头子好了没有？再晚就赶不上去城里的车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。哎，好了，走吧。走，走吧。哎呀，现在月饼满大街都是，咱们到了城里，去大商场买两盒不就行了吗？你看把你累的。哎，这外面买的能一样吗？行行行。就你惯着你闺女了。爸爸，做什么好吃的呢？这么香。这不过中秋节了吗？这爸爸想着呀，咱们自己做几块月饼。谁叫咱闺女啊，她就打小就喜欢吃我给她做的月饼。好好好。小心点。醒醒啊！这怎么回事啊？老头子，老头子，干嘛呢？没什么，只要你把合同搞定，中秋节我让你把爸妈接到家里来过。真的吗？视频会议要开始，快去准备吧。好的，老公，这次的项目我一定会拿下的。爸妈，三年了，我终于可以跟你们一起过一个团圆日子了。我认为魏经理刚刚提出的完完整整、团团圆圆这八个字非常符合我们这次中秋项目的主题。不过有一点我挺好奇的。哦，徐总您说。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把节日当成一种社交，却忽略了本身应有的寓意。魏经理看上去年纪应该也不大呀，为什么会有这么透彻的想法？因为我的父亲，我出生在一个很偏远也很贫穷的小山村里面，但是我觉得这并没有什么可自卑的，因为我有一个很爱很爱我的父亲，他会把所有最好的东西都给我，也会满足一切我提出的无理的要求。来，穿鞋喽。不嘛不嘛，我就要吃月饼。好好好，爸爸答应你啊，等你放学回来以后啊，爸爸就给你拿月饼吃，好不好啊？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。来，好嘞。哎呀，嗯，也正是因为那次我知道了月饼啊它为什么是圆的，也知道了一家人应该完完整整、团团圆圆的。老头子，你还没见到咱闺女呢，老头子，你要顶住了，老头子，要顶住啊！老公，不能进去，现在病人情况非常危险，需要输血。输血？对，它是罕见的 HR 熊猫血，这种血型特别罕见，我们血库暂时没有。
他怎么办呢？病人有没有什么直系亲属？比如说爸爸妈妈、儿子、女儿也可以。我们有个女儿。好，赶紧通知他过来。啊啊！你确实有一个好父亲。喂，妈。喂，妈。丫头，你爸他。妈，我现在正在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，我晚点再给你打过去。丫头，丫头。啊，好了，妈，我先挂了。喂，丫头，喂，喂。怎么了？他说在开会。都什么时候要开会？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？我再打一个。那快点，我先进去抢救。丫头，别开会了，你爸等着救命呢。我的这个设计啊。我这次的设计基础呢，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啊都在外地打工，而忽略了老家的父母。接电话呀，你求求你接电话呀。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，节日的味道越来越淡了，但是我相信每个人的心中都是盼望团圆的。对不起啊，各位领导，那个我妈接连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，可能是出了什么急事，我先接一下电话。喂，妈。丫头。喂，妈。丫头，丫头。老公，你干什么呀？薇儿，我有没有告诉你这个会议很重要？你呢？你在干嘛？接电话，想让我难堪是不是？我妈接连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，没事，她不会这样子的，可能是出了什么事。还有什么事能比这个会议更重要？赶紧开会，老公等着呢。是。你家里如果有急事儿啊，会议明天再开吧，也不差这一天，大家说是不是？是是是。老公，你知不知道这个会议多重要？知不知道约这些老板多难？你呢？你在干嘛？给你那个乡巴佬的妈打电话。我妈有急事找我，我接电话怎么了？他一个乡巴佬找你什么急事啊？喊你回去割稻子。你把手机还我，我要给我妈回电话。喂，医院。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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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哎呀，你看我的腿呀，被划了这么大一口子，流了好多血呢。流血了？嗯。你赶紧出血去给我妈输血啊。就蹭破了点皮，没有必要吧。不也呢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输点血给我妈都舍不得。我，哎呀，儿子，我的头好晕啊，哎，我怕是快要不行了吧。哎，就你血气跟我妈一样，赶紧去呀。好，我去，我去。哎呦，哎呦。啊，你没事吧？哎呦，没事儿，都快结疤了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那我赶紧把亚楠叫回来。哎，别去。要子臭，你去跟护士打个招呼，把那血啊留起来，我以后用。哎，那可是熊猫血，稀有的很呐。再说了，我以后要是用不上，还可以卖钱呢。好，接电话呀，丫头。你说话还发一关机。
输血。他不动。你有个什么女儿啊？医生，求求你救救我家老头子！我想救啊，我能救，我肯定能救的呀！没有熊猫血，你让我怎么救？找到熊猫血了，真的。刚才有人献血，是熊猫血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我的熊猫血怎能给别人用？我不同意。人命关天啊，阿姨。关我们屁事！那是我老婆给我妈献的血，我不允许其他人用。阿姨，你们就救救他们吧，这两个夫妻很可怜的。要不我再去献一点吧。哎，你回来，你后面工作需要加班加点，献血献多了影响工作怎么办？可是总不能见死不救吧。别人的死活关你什么事？走走走走走，我们不献。你们怎么这么冷血啊？哎，你道德绑架是吧？信不信我投诉你啊。哼。怎么样了？人家不愿意。要不我再去说说。没用的，我就没见过这么自私的人。我去求求他们，我去给他们下跪。这是我家老头子。哎，阿姨，阿姨。林医生。你照顾他，我去找那家人。林医生不好了，伤者高达180了。快，除颤剂。袁娜代表咱们一家人，一定要稳稳整整，团团圆圆。加大电量。那家人真自私呀，那个大叔都要死了，他们一家人都舍不得献血。真可怜，出了这么大事情，女儿还开会不接电话，这样的女儿要她干嘛？丫头，你爸他。你说的那个魏大叔是不是叫魏建国啊？你说的那个魏大叔是不是叫魏建国啊？我不知道呀，只知道姓魏。他在哪儿？急救室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哎，你干嘛呢？护士，刚才是不是有一个叫魏建国的病人等着被献血啊？你跟他什么关系啊？我是他女儿。魏亚楠，你干嘛？妈等你洗水果等了半天，你跑这来干嘛呀？还洗什么水果？我爸他出事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爸他出事了。什么？我就知道我妈平时从来都不会这么连续给我打电话的，一定是出事了。他平时从来都不会这么做的，他从来都不会这么做的。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都是你不让我接我妈的电话，又不让我去献血，都怪你。要献血的是你爸，这怎么可能？对不起，我们尽力了。节哀顺变，你们是死者的家属吧？麻烦在死亡通知书上面签个字。我，亚楠，不可能！爸，你醒醒！爸，你醒醒！爸，你不要丢下我一个人！爸，你尝尝这月饼。嗯，好吃。哎呀，这既然闺女这么喜欢吃，那以后啊，爸爸每年中秋节都给你做好不好啊？好。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。慢点吃。
我还没有吃够你给我做的月饼呢，我还没有好好的孝顺你呢，就丢下爸，你不是说要帮我带孩子的吗？你要给你的孙子和孙女吃月饼的，你怎么能言而无信呢爸？你怎么能言而无信呢爸？你干什么？哭你妈，你自己看。为我大事。阿姨你也别着急。怎么样了医生？情况暂时稳定住了。太好了。哎，阿姨，是吧？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太谢谢你了，医生，谢谢你。你先别高兴太早，他只是暂时脱离了危险，如果不及时给他输血，情况随时可能会恶化。真的吗？那怎么办呢？去找您女儿啊。可他不接我电话。去他家找。对，去他家，我这就去他家找他。对不起啊。搞什么东西，搞清状况了吗就哭，让人看笑话了吧。对不起啊老公。是我太紧张了。我就没见过像你这样。能不能念念你爸妈好啊，你有被害妄想症。行了赶紧走。再想幺蛾子我弄死你。又怎么了大宝。你能不能把手机还给我呀？我还是有些担心，我想给我妈打个电话。哎呦，说你。行，给你，打吧。我手机忘家里了。那要不你的手机借我用？我就没你爸妈电话。我记得。来，这个东西记录一下啊。来，奶奶，等等。月饼做好了，带去学校和小伙伴一块吃。嗯。谢谢爸爸，爸爸我走了，拜拜。慢点儿。这东西哪来的？伤者患者家属的。你怎么了？什么伤者？是不是一对老年夫妇？嗯。哎，你怎么了？那个电话可以借我用一下吗？哎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我想去建设花园，但我钱忘医院了，能到了让我女儿付吗？可以啊，你叫你女儿到门口来接你吧。我就是打不通她电话，不然我就不会去她家。喂，妈，是我亚楠。丫头，我终于联系上你了，你爸他现在不行了。丫头，我终于联系上你了。你爸他现在不行了，你赶紧来医院吧。现在能救你爸的就剩下你了。丫头，丫头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骗子吧，还想坐霸王车？师傅，师傅，师傅。我疼死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
你多吃点。你吃。丫头。闺女，你是咋了？我给你们买的手机呢？手机？你把手机放哪儿了？哦，想起来，前些日子它突然就不亮了，我就……这就是没电了。啊，没电？爸，妈，你们知不知道我为什么给你们买这个手机啊？就是因为我担心你们，我怕你们出事，所以我才给你们买这个手机。知不知道？刚才就在刚才，我一直打，一直打，可就是打不通。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？我有多担心？好了好了，要不哭了啊，是妈的错啊！别哭，别哭，亚楠啊，别哭了啊！妈保证，以后啊，就算天塌下来，妈也绝不关机啊！拉钩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妈，你别想我，妈。霍亚楠，你又干嘛呢？赶紧回家。我妈关机了。哎呀，不就关个机吗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我妈答应过我的。就算天塌下来，他也不会关机的，除非出了什么大事。你那屁大的山沟里能有什么事儿？还能死了不成？喂，你这人怎么说话的？我跟我老婆讲话关你屁事儿？我刚刚看到一个老太太出去了，你现在出去，说不定能追得上。你敢？给我回来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妈，妈，妈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妈，你们看没看到一个包啊？是不是这个？啊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。对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就是这个包。哎，阿姨，哎，刚才有个姑娘看到这个包之后非常的激动，可能是你女儿。什么？她给母亲打电话，那边手机关机了，联系不上。我手机刚才没电了。说不定真的是你女儿，她刚出去，你现在跟上去应该还来得及。对对对，她老公看上去可不像什么好人，你赶快去。丫头，丫头，丫头，妈，你干嘛呢？你在这里发什么神经啊？大半夜的，害我们找了你半天了。我在找我妈，那个月饼盒子，一定是我爸妈带来的。闹够了没有？我问你闹够了没有？老公放手！发什么神经，在这给我丢人啊！我在找我妈。找他们干嘛？找他们死啊！放手！不演了，我告诉你，再发神经，你那乡下的爸妈这辈子别想进我家门，懂了吗？哎，好了好了，盒子而已，就能让你疑神疑鬼的？这天底下长得一样的盒子多了去了，都是你家的。再说，行了。快出去，送妈回家。你是怎么当闺女的？怎么就不盼着你父母一点好呢？快点啊！
怎么没用啊？要刷卡。丫头，丫头，现在就只有你能救你爸了，只有你。大半夜哭什么丧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不好意思，大妹子，我是来找我女儿的。我管你什么女儿儿子，你再敢吱吱乱叫，我现在就报警。妈，慢点，小心。爷，把车给我停好。乡下来的就是一点眼力见没有。愣着干嘛呢？停车去！老头子，这或许就是咱们的命了。不演了，我告诉你，再发神经，你那乡下的爸妈这辈子别想进我家门，懂了吗？只要能跟爸妈一起过一个团圆节，不就是我自己受点委屈吗？这不算什么的。这声音好熟悉，有人吗？你好，有人吗？爸妈，我考上了！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。哎呀，哎呀，清北大学！哎呀，我丫头太棒了！这下咱们老魏家祖坟都要冒青烟了，是吧？那是。草木会发芽。奶奶，孩子，你咋了？没什么，就是好长时间都吃不到妈妈做的菜和爸爸做的月饼。哎，傻丫头，时间长着呢，等你大学毕业了，找到了工作，我和你爸会经常去看你的。对对对，等你结婚了，生了孩子，我和你妈去给你带，到时候啊，我们一起给孙子孙女做月饼吃。时间的天啊，走多远的近，撑起屋檐之下一方烟火。有人吗？你好，有人吗？停个车怎么停这么晚？还没上来？老公，我马上就上来了，我在等电梯呢。老头子，老头子，我回来了。停个车停了十几分钟，你他妈死外面了！我什么我？我跟你说，日子能过过，不能过给我滚蛋！哎呀，大宝，发那么大火干嘛？有话好好说。妈，好好说，他能好好说吗？今天一天跟个神经病似的，疑神疑鬼的，回来还差点把我车给撞了。我担心我爸妈。那两个老婆子的有什么好担心的？
我看他们命硬着呢。亚楠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这做子女的怎么不想着老人家的好呢？我什么我？赶紧盛水给妈洗脚。我省盘山公路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，造成一人重伤，多人轻伤。据悉，妈，那个好像是……我省盘山公路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，造成一人重伤，多人轻伤。据悉，妈，那个好像是……妈，我刚才好像听到电视里面说出了什么交通事故。没有啊，你听错了吧？不可能，我刚刚在洗手间里明明……魏亚楠，你什么意思？连妈的话都怀疑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亚楠这几天因为项目的事压力大，出现点幻觉也是正常的。大宝，你好好体谅你媳妇啊。妈，我没有出现幻觉，我刚刚我这……魏亚楠，你没完没了了是吧？老子今天非扒了你层皮不可。老公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错了。吵什么吵啊？大半夜让不让人睡觉了？刚来个老太婆，说什么找女儿？刚消停一会儿，你们又开始又哭又喊的，你们家到底有完没完？你说什么？有一个老太太来找女儿，是不是这么个50-60岁？什么？那老太婆真是你娘？大姐，你能告诉那个老太太她后面去哪里了吗？我好像记得她。大姐，不好意思，我老婆这有问题，实在不好意思。不要再吵了啊！你们一定，妈，我现在正在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，我晚点再给你打过去。丫头，那家人真自私呀！那个大叔都要死了，他们一家人都舍不得献血，真可怜。出了这么大事情，女儿还开会不接电话，这样的女儿要她干嘛？这东西哪来的？伤者患者家属的。你怎么了？什么伤者？是不是一对老年夫妇？我得一定出声。我们得一定出声了。这么晚了去哪儿啊？老公，我妈她来找我了。我们她已经出事了。亚楠，别怪我这个做婆婆的说你，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。再说了，你妈要是真的来了，那你等到天亮再说啊。你现在就往外跑，危险不说，要是被哪个邻居看到了，这以后啊，指不定会说什么闲话呢。老婆，今天太晚了，早点休息。明天我们一起找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你从来都瞧不起，更瞧不起我的爸妈。你觉得我们是乡下人，就理应受到你们城里人欺负，就理应低人一等。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，因为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。我即便咬着牙，我也要把它走下去。也只有这样，才能让我爸妈认为你对我很好，对我很照顾，才让他们不会为我这个从小就捧在掌心里长大的女儿担心。可是你是怎么对我的？结婚3年，你让我什么都听你的，以你们陈家为先。上有不对，轻则狠骂，重则家暴。就连给我爸我妈打个电话，我都要偷偷摸摸的。可即便是这样，我还是忍了。毕竟
只要两个家庭和睦，我自己受一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可是现在我妈失联了，我爸生死未卜，可你却要我等到天亮了再去。你是想要我天亮了去跟我爸我妈收尸吗？莫亚楠，你反天了！我知道你接下来想说什么，你想说我现在要是敢走出这里一步，你就要跟我离婚。好啊，你回来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没有我，谢谢，以后就不用你费心了。什么意思？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从此以后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再无瓜葛。你敢？你给我回来！哎。你好，你有没有看见一个老太太这么高？大概这么高。你有没有看见一个老太太大概这么高？妈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爸爸，这样会不会好一些？多孝顺。好多了。咱丫头啊是最孝顺的。可他现在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师父，麻烦你开快一点。等我，一定要等我。老头子，就像你说的，咱们做父母的就应该多体谅体谅孩子。我听你的，所以啊，我不怪咱丫头。可是就是可惜了你亲手做的这个月饼，自始至终咱闺女都没能吃上。老头子，我有下辈子的话，我还给你生娃。这回啊，咱生个男娃，生男娃能防老。哎，找钱？我没找你钱呢。护士，有没有一个叫魏建国的伤者住在这里啊？有没有看到一个这么高的老太太？不知道，刚刚进来。不知道啊。丫头啊，你总算来了！我还给你打电话，你怎么不接呀？妈，丫头，这是救命的丫头！丫头，你醒了。你输了太多的血，身体虚，不能起身，躺下啊。来，妈，我爸他怎么样了？放心，大夫说了，已经救回来了。妈，啊，那是什么呀？啊，来，这是你爸给你的。
好你个魏亚楠，竟然敢躲这儿来了！你是大宝吧？快快坐！谁要坐你的破椅子？妈，你过来，别管他。我昨天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你还来干什么？你以为我稀罕来这晦气的地方？我今天来就是告诉你，想跟我离婚，门都没有。丫头，你要离婚啊？妈，我晚点再给你解释。陈大宝，你觉得我们两个现在都已经闹成这样，这个婚姻还有继续下去的必要吗？那我管不着，只要我一日不在离婚协议上签字，你就是我的合法老婆。走。大宝，咱有话好好说。说你妈的死老太婆！要不是你，我们能离婚吗？没事。不亚楠，我妈都没舍得打过我，你敢打我？没事。不亚楠，我妈都没舍得打过我，你敢打我？妈都60了，你还下得去手？打你怎么了？这种畜生就是该打。没错，打死都是他自己活该。滚，都给我滚！没事吧？魏亚楠，要不是我，你……我没有你怎么了？和你结婚这些年来，我不光爱洗衣做饭伺候你和你妈，还要上外头赚钱来供你们娘俩挥霍。可是你呢？你身为我的丈夫，身为陈家唯一的男丁，你又为我，又为这个家做过什么？丫头，原来还是个一事无成，只知道窝里横的妈宝男呀！这种废物还有脸打老婆？要是我的话，早就送局里去了。陈大宝，我知道你今天来是为了徐总子。哦，知道我就不废话，你把合同给我签了，这婚离。好啊，我魏亚楠虽然是女儿身，但也知道诚实守信四个字。跟我回家。等一下，别急，我话没有说完。项目我一定会如期完成，但和你没有关系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我会和徐总重新签约，我来完成项目，他支付我佣金，我相信徐总一定会答应我。你敢？陈大宝，事到如今我还有什么不敢？魏亚楠，我看你是……陈大宝，敢动我一下，我保证你下半辈子都会在监狱里面度过。好，很好，有你后悔的时候。你瘦了不少，丫头乖。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和你爸都站在你这一边。妈，我想吃爸爸做的月饼了。不过，哎，爸。要不咱们再在医院住一段时间吧，你看啊，这些年我也积攒了不少积蓄，这钱我也没有用上。傻丫头，你忘了爸以前跟你说的吧？以前啊，这中秋节呀、啊、是合家团圆的日子，不仅仅是老祖宗给咱留下的习俗，更是咱们华夏文明传统四大节日之一。当然，不过最主要的还是爸爸已经3年了没和我的宝贝女儿过个团圆节。爸爸的心里，这心里啊。爸，你放心，这以后啊，每年的中秋节我都陪您过。哎，
其实陈先生，你应该清楚，这次之所以会跟你合作，完全是因为你太太的创意特别符合我们公司这次的主题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可是的，没什么好可说的。既然林太太，不对，魏小姐既然提供了新的合作方案，我作为商人没有任何理由拒绝。至于你们之间的关系，恕我直言，你应该多想想自身的原因。好了，我有其他事情。徐总，喂，喂，徐总。全都魏亚楠，既然你不让我好过，那就让我们一家三口都下面去团聚。都给我去死吧！让开！爸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丫头，爸，我没事，一切都结束了，我们回家吧。哎，走吧。别着急啊，马上就好。不着急，我和你妈呀，就等着你给我们做好吃的呢。慢点，慢点。当阳光照在院子里，对不起啊，我又给搞砸了。没事，闺女，谁让你是爸最宝贝的闺女呢？啊，别别别！嗯，总有一些小麻雀在院子里蹦跳又逃去，吵杂的笑声在脑海。